哎呀，豆腐，你臭豆腐，哎呀，哎呀，喝太好了，这有什么可吃？哼，爷不住这儿了。哎，别介，你多帮忙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。很多小吃啊都跟一个吃棒棒糖的大脸蛋的人有关系，不过他说这个臭豆腐不是咱们说的那个炸臭豆腐，就是皮儿装的王致和的臭豆腐。过去来说，包括生活条件不好的人家，哎，也是比如炒白菜丝儿，来几块臭豆腐酱豆腐，蒸点窝头，来点热汤面，一家四口热热乎乎吃的也很香甜。刚才说了半天，就说咱这豆汁儿来着，这会儿都凉了吧？这东西怕凉吗？有专门喝凉成欧，有好喝凉，有好喝热的。来，您得着。来，这个得和一和。哎，不是，时间长了，沉淀。您得着啊。这个豆汁儿来说是鉴定这人是不是北京人的一个诀窍。对。啊，反正据传说，过去到了北京郊区都没人喝。没错。就是北京城里人喝，做绿豆制品的下脚料。现在北京人啊，能喝的也超不过20%去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啊，喝豆汁儿，就焦圈儿，吃咸菜丝儿。这咸菜丝儿呢，特别好的不行，还非得是那个蛮劲。哎，对，撇了丝儿都可以。对。然后是辣的。对。哎，吃一口咸菜丝儿，喝一口辣咸菜。